popular buzzer in China, and the second most famous idiot in China, Da Chan. Welcome everyone to Shanghai.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going to introduce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So many familiar faces in the audience. It's been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involved in the CCBC banquet since 1994, my very first Pink Panther Amendment mission in Beijing, and as well 1996, the Premier Court mission here in Shanghai with the Premier Court mission. But my role tonight is not so formal. I'm just here to have some fun and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story about my encounter with Justin Trudeau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90s. I wasn't forbidden if I switched to Canada's third most commonly spoken language. Well, I had to show the moon, by the way, so I'm going to d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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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个段子，还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对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暴怒说，在中国第二名的加拿大人呢是秘书。啊，其实我没意见，真的，我觉得追求者长乐不是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知道吗？第二是不要吹牛，再说了，你今天呢，你假如真的把在中国最努力的加拿大人请出来了，你们不害怕吗？活着活着的出来开始说话，那多少人等，多乱！ 大家放心好，我跟您说，这是开玩笑，不会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最有名的加拿大人，Justin Bieber，他今天来了吧？谁说的？还是温呐？这是我的段子，是讲给九零后的啊。说一个我和我们特鲁多总理的一个小故事吧，这是真事儿。 我第一次去四川杜江堰，为什么？中国朋友都认识你，这是什么？加拿大人也知道，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古代的水利工程。在很多年前，秦朝的时候，四川杜江堰的一个水利工程，世界文化遗产。哎呦，第一次去，非常的震惊。那么当地这旅游局也非常友好的出来见我，局长也说了，说欢迎你，海参，我们的好朋友，第二次来到杜江堰。 我听得很奇怪，我第一次来，第一次说，我第二次我没来过呀，他说来过，我们办公室里挂着，我去看看那照片呢，上面你猜怎么着？是我们前总理皮尔特鲁多的照片，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高高的，头发也乱乱的，还挺帅的，这是有点长得像我啊，我跟大家解释说，这不是我。 那是我们前总理特鲁多先生和他的儿子，1991年到四川杜江堰。你说那个时候谁能想到，多少年以后，我们今天那位帅小伙的就成了我们国家的总理，而且第四次访华的时候呢，这是以总理的身份，哎，来到中国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欢迎，也算是成了网红是吧？ 你知道吗？在前两天的大榜上给我们总理起了一个外号，叫什么？叫小土豆。小土豆，你别听着也其实没有什么贬义，这个是非常友好的，很亲切的一个名称，叫小土豆。哎，我们总理在中国也成名了。那么我想说，这里那我应该算是在中国第三有名的加拿大人是吧？排在我前面的怎么都叫我贾斯汀啊？ 没关系，但是呢，我就说这故事说的如果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有人错把我当成了特鲁多总理，我可能也就认了啊。反正对你都是个朋友来讲，外国人感觉都差不多是吧？不是啊，太搞笑了，谢谢您，掌声。有翻译吗？今天有翻译吗？ That was a true story. I was mistaken for Justin Trudeau back in the 1990s in China because he had been there before with his father on his previous visits. 非常高兴，说点严肃的。我今天也是看新闻，什么犹太子啊，这个亚投行啊，就这些事情，对我来讲太大了。
敏感点，我老觉得跟我自己个人也关系也比较远，这是媒体关注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无论我们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只要我们从事跟家交流，在这个领域里头的人啊，我都需要两国关系处在一个非常友好积极的健康的这么一个气氛之下，这样我们的交流工作都会做得更加顺利，更加容易。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同理第一次访谈的时候，第一次以同理的身份给我们中加交流的这个中加两国的关系呢谱写的新的篇章，也带来了新的气息，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我们也就都说了，再说就停了，对吧？已经够停了。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今天也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当然对上海并不陌生。早在2008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做过大型的演出。2011年的时候，我有幸在上海担任上海市民会的加拿大总代表。他们就是我们加拿大总的设计者。说上海人们非常熟悉，我当然说的是我们加拿大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个文化团体太阳剧团。今天他们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在一块儿欣赏他们的表演。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ext topic is you really requires no introduction here in Shanghai 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Perhaps Canada's greatest cultural export, performed many times in Shanghai. I was honored to be the Commissioner General for Canada Expo 2010 here in Shanghai.When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anada Pavilion. I'm talking, of course, of Cirque du Soleil. Please welcome the performer from the Cirque du Soleil.
Thank you.